阿弥陀佛，各位朋友，各位菩萨，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我们继续来看《悉迦经》第三章那个每天还是看一点比较安心虽然今天少了一些重要的事情。看一下第三章的是讲自串向量 （factor 向量）和胜业而为。Namespace using decoration 三章第一节是命名空间的 using 先第三章第二节是 library 程式库自串型别，程式库的自串型别。第三章节是程式库的 vector time 向量型 vector。第四节是介绍迭代 iterators 迭代器简介迭代，这是专有名词啊，迭代 iterate 迭代其实就是一个一个数下去迭代，这一定是文言文嘛？迭代白话会有迭代这个词吗？这时候才知道有文言文要干什么用。你如何把这种一个一个数下去这种东西取个名字？一个一个数下去，你看几个字？浓缩变两个字之后，用文言文迭代，迭就是一个接一个，代代接力代替嘛。Iterate。哎呀，就这样一。一下又给我没声音，不能闹，我重开机吗？为什么又没声音呢？可是我还在传这个刚刚扫的磁吸，那传完了才会。1485烟波鱼，1489烟波鱼唱，刚刚可能忘了给它搬开了。这个一开始这个没错。正好传完了，我可以重开机。搞什么？暂停。阿弥陀佛差点忘了，继续。我们继续哈。然后，除了第二章讨论了基于内建的资料性别之外，第二章涵盖的那个方涵盖是对的，覆盖。悉迦经定义了非常丰富的这个。一个丰富的程式库是有关于抽象资料性别的，在这里，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library types，在所有程式库型别中最重要的就是 string。Which supports variable length，variable 就是可变长度的自串值，这种
String 型别是指人的可变长度的自然式，还有 Vector 就是他说这所有资料程式库型别里头最重要的就是 String 点名嘛，再来 Vector 向量，向量是定义的。哦，原来向量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一个集合可变大小的集合啊、哦，容量大小可以改变的一个集合啊、哦。Collections, associa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string and the vector are companion type known as iterators、哦。Companion type.伴侣类型，伴侣类型叫 either。Are companion types. Company 嘛 ，company， 那字根一定是 company 公司伴侣陪伴 ，a company， 那是 companion type， 变成一个形容词的转。啊，这是被知道的是迭代啊。和这个字串和向量型别相关的一个伴随着它们而来的型别是迭代，这个迭代是被用去存取一个字串型别里头的字符、嗯、去存取那些字串型别里头的字符，还有或者一个向量里头的元素单元，那换成元素 ，elements。来念一下吧。除了第二章所涵盖内建课本中文版81页，第二章第三章一开始，习佳佳还定义了含有丰富的抽象资料型别的程式库。表示这个程式库里头有很多抽象资料型别啊，那这些抽象资料型别最重要的程式库型别有 string， 它资源长度可变的资源字串、啊，还有 vector， 它定义大小可变的群集，它翻群集 collection， 我们是翻集合，啊，它翻群集。与 string 和 vector 关联的附带型，啊，是伴侣型的附带，伴随着它而来嘛，所以附带型也被称为迭代型。Iterators， 他们被用来，这些迭代器是被用来存取一个 string 中的字元，我们翻字符比较好啊，因为字元你会跟那个恰。不是，字元是 character 是可以了哦。可是翻字符可以包括字母和符号，啊、那字元也不错了哦。字母和符号都叫字元，我们台湾翻字元，翻不翻？元就是一个单元嘛，一个元素，或一个向量 vector 里头的元素。Abstractions of the more primitive inheritance. 这个程式库定义的字串和 vector 型别是内建的。像那个阵列型别怎样阵列型别 ？The more 还是抽象更原始 ？The more primitive。那哪个？请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停在这 ？The more primitive。那哪个？啊，抽象更原始而内。
更原始内建的阵列型别的抽象啊。哦，他是说这两个其实是一种阵列型别嘛，这种阵列型别是更。这种阵列型别是比他们更在这个西加加语言里头是被内建的，早先被内建好的一种抽象的型别、嗯、这一章涵盖了阵列和介绍了阵列，讨论阵列，还有介绍这个资料程式库的那个 vector 和 string 型别。程式库所定义的 string 和 vector 型别是更原始的内建阵列型别之抽象层，他翻得很好啊，这就很清楚，所以它是抽象层 ，vector 也好 ，string， 那比较具体层的叫，阵列对我来说比较抽象的结构，对资料结构来讲，其实阵列才比较原始，比较具体一点。人类建的本章涵盖阵列以及程式库的 vector 和 string， 所以其实阵列才是比较内建、比较基本、比较 primitive。The more primitive. Primitive, primitive。The more primitive。哎呀，好烂！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啊？Primitive， 它是指这个吗？固定之后，我以后定在这，它就在这，这个还是这样啊？你看，它固定都没用。Array，arrays。The building timeline we cover in chapter 1-2。接下来这里是页82了啊。顺便记一下时间好了，原来 string vector 都是什么？中文是翻译。抽象的 ，abstraction。Abstraction. Abstraction. Abstraction.
肉眼。在第二章讨论内见性别，是西加加语言直接定义的、哦、性别。那facilities present in most我们在第二章涵盖的那件性别是游戏家语言这些型别代表大多数的电脑硬件所具备的技能，例如数字或资源、嗯。这些型别代表先抓动词。Fidelity presenting more 啊、哦，这个它代表这些型别代表这个 facility 后面是 facility 的补语啊、哦，在大多数电脑硬体都可以展示出来的，是不是？它翻成所具备，反、嗯、正present， 这当然不是 present， 它是那个叫什么动词啊，反正。Give something to someone formally or ceremonially. Ceremonially. 这是 give， 提供。这里是讲、啊、给人家就提供嘛、啊、这里是讲那个，它应该中音节也是在 present， present， a person， particular。长相或者是为人理由的人所以、比如数字啊和资源想要注意一下，资源就是包括三次不是，所以自然等于自负。这个是这个时间讨论的，我们时间就顺便记下来。那到时候我做实验的时候就省事了，我看到就记了，不一定精准，大概一个位置，以后要
复习或参考的时候，就可以跳到那个地方来，我重温一下旧梦。标准陈述库定义 a number of 很多个附属的型别，这种附属的型别是 a higher level nature，更高阶的自然，怎么样自然呢？更高阶的自然，这应该不能翻成自然。更高阶的性质吧，具有更高阶的特质，然后呢，是电脑硬体是没办法去实现的 ，implement 直接实现，所谓的高阶语言呐，这个程式库，那这个是in most computer hardware， 对不对 ？present。就是这些机能是大多数的电脑可以提供的，这两个型这些基础内建的型别，它所代表的是一般电脑硬体所能提供的机能，比如说数字和资源。那此标准程式定义的许多的这个附属的其他的这个。型别是更高层高阶的这个更高，我看到 natural 是翻成是标准程式库 standard library 定义数值，定义数个较高阶的额外型别，额外它是翻什么？较高阶的额外型别 natural。不是吧，额外是翻 additional， additional type， 涵盖电脑硬体通常没有直接实作的经验，所以它还是更高，我靠，涵盖怎么会是涵盖呢？Nature 这里到底要怎么办？电脑硬体通常没有直接，对，没有比较对了，不是不能嘛，是没有直接实作的机能。更高阶的。较高阶的额外型别，对啊，你看它较高阶的额外型别，那 natural 就略过不翻了，对不对？你这些涵盖，你都用涵盖翻 natural， 太奇怪了。我没有评价是 nature 吗？自然吗 ？Nature。它好像是当动词读，我看 nature 当动词是涵盖吗？自然本质、性格，竟然没有动词。Dictionary，
verb， 求做动词的时候是什么意思？ Dictionary 什么？不是 dictionary， 它是 d。是动词，可以做动词吗？哦。Nature，Nature， 不及物的动，那 because uncountable， 名词啊。Countable，one， 哦，这是什么 ？B two， 也是名词啊。Character， 哎。Character 是 C H A R A C T E R C T A R E R A R， 谢谢 A R C T E R， 哈哈，前面都 A R， 我就给他 E R。没有哎，那怎么可以放涵盖？嗯，没去，没有当动词用。对嘛，特性嘛的更高级别的特性，higher level nature， 特性性质性能，反而是像他讲的，这里翻成什么机能嘛，对不对？对啊，没实作的机能，对啊。并没有直接实作的机能，所以它是用机能分 nature， 对是，对对对，中文版最后一句是机能，作为它的形容词。嗯，机能，性能。机能 ，nature 是性能或机能，我们这里没有就不管了。In this chapter， 在这一章我们会介绍两种程式库型，最重要的程式库型的 string and vectors。A string is a variable length sequence of characters。A vector holds a variable length screens of object of a given type。一个向量呢，就是储存了，它承载了一个指定型别的这个变数的序列，是一个可变长度的序列，所以它就是一个前面讲它。就是群集 collection， 不知道没电了吗？总之都是可变长度，对不对？长度是可变，那这两个又是根据阵列而衍生出来的，它是那阵列型别的抽象层 ，abstractions。到现在为止，我们对抽象还不是很了解，
所谓抽象可能就所谓的 high level， 对不对？比较不抽象具体就比较低阶的电脑 machine 机器比较看得懂的语言啊。我们一样会涵盖，会讨论到building area type 啊，内建的 array type 啊，阵列型别，就好像其他的内建型别一样，阵列是提供了 represent 啊，提供了一个啊，我的阵列代表的是一种机器的硬体的，represent 一个机器的机能性能，机器比较它比较低阶嘛，比较不抽象嘛，所以他说 string 和 vector 是 array 的抽象层啊。是我们时间走的时间，然后对啊，阵列代表的是硬体机能嘛，它就比较不抽象。对不对？阵列代表是硬体机能，结果就是，就像其他的内建型别一样，结果就是阵列 are less convenient to use than 啊，对啊，因为它是代表的硬体的机能啊，机械的机能和硬体，因此这个阵列。用起来没有 string 和 vector 来的方便，来的弹性，less convenient。Convenient. For you. Exploration of the library type、啊、在我们开始去探讨了解这个程式库型别的前呢，我们会做一瞥啦，会看一下这个它的机能Mechanism for simplifying access, find access to the name, define. 在开始程式库型别的探索之前，我们会先看看如何简化对程式库中名称的选取啊。所以就是我们会 look at 这个机制啊方式，对不对？这个机制方式是简化存取啊，对谁的程序，对这个程式库定义的名字的存取啊的一个简化的机制啊，如何方便简化它？那这个就是前面有提到的一个那个 alias 嘛，using， 那是型别的 alias， 它这里是其他名称啊。namespace using decoration， 命名空间的 using 去问号。命名空间的
尤其呢 up to now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程式 explicitly indicate that each library name we use in the std name。所以到目前我们的程式都有明确的宣告我们在标准 std 这个 standard 的命名空间里头用到的这个程式库名称、啊、都有明确的把它指出来 indicate 明确的指出来、嗯、宣称功能 indicated。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都明确的指出我们所用的每一个程式库名称、啊、都位于 std 命名空间中。哦，它翻的比较对啦，意思就是我们前面看过，你看你如果加了 using， 现在就是要加这个教这个 using， 这个我们自己偷会，对不对？那你每一个用到它命名空间的里头的名称，你都要前面要写 std 嘛？那假如你用了这个 std， 就可以省略，它就是说 simplify。each， 对不对？对每一个用到的名字，我们都给它明确的指出，指出什么东西在 std， 指出那些名称是在 std namespace 命名空间啊。For example， 例如 to read from the standard input 啊。就标准的输入来说，要把那个资料读进来，我们写了 std cin， 对不对？啊 ，scope operator 啊，分除运算子，两双冒号。These names use scope operator 来刚提就来啊，第八页就提到，第三、第二节第八页 ，scope operator， 没错，第八页。哎呀，这些名称用到范畴运算子 ，which say 这运算子是表示、啊、表明了、说明了 ，that the compiler should look in the scope、啊、告诉编译器应该去。看这个运算子的左边的运算员的那个范畴、嗯啊、才能为了这个右边的运算员、啊、就右边的运算员是左边运算员的他的范畴里头的东西，因此、啊、这样的表示就是在表示说我们想要用这个 scene 这个名称从 std 命名空间去用出来、啊、取出来用 referring to library name with this notation can be cumbersome 很繁琐 cumbersome 是一种符号表示法 notation 为了参考程式库的名称用这种表示法可能会非常的繁琐 cumbersome fortunately 幸运的是有更方便简易的办法去使用命名空间里头的成员、嗯、最安全的方式是一个 using direction、啊、using 命名空间的 using 宣告、啊、在793页 cover another way to use name from a name、啊
另外一种方式的话，就在793页18章第二节第二段。我说793，看一下793，对，U 型宣告，概要重述 U 型指示词，18章第二节793。我们就先标793吧，然后这里是82，793。想在命名公司取出一个名字来用的话，还有另外一个方法。那一个 U 型的宣告，让我们从一个命名空间取出一个名字，就不需要一个 qualify the name with a name space friend， 然后双冒号再 prefix， using prefix。是什么？Qualifier 是全名啊，没有省称。Qualifying the name with a 前面有学到 qualifier 嘛，好像 const 就是个 qualifier 修饰词。Using declaration as a form， 有这样的一些 using name。你看我们这里也只是什么 using namespace， 对不对？我们并不是 using namespace name。这不是啊，不是我们这里讲的、啊。不是我们之前自己练的那种，一个 U 型宣告，那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命名空间的中立名称，而不用以 namespace name， 然后双冒号 scope operator 前缀来对名称进行资格修饰。他是说这样的前缀啦，来对一个名称做修饰，without qualify 也是因为接续词后面，所以变。那个嘛 ，ing 嘛，然后不需要修饰，他们用一个命名空间的名字，然后加这个 scope operator 加双冒号的范畴运算子，作为一个 prefix 自首 prefix 作为这个名称的自首做修饰。一个 using 的宣告有这样的方式，那个 using namespace name， once the using has been made， 一旦这个宣告被用上了，我们可以直接用它的名称。可是很好玩的，我们是写这样的，它的意思是 using 那个。不用啊，还要名称，根本都不要名称嘛，直接用名称。我们这也是直接用名称，你看也不会错。不行，哈哈。It's undefined， 这里就不行。可是如果 using， 这里因为我们把它弄掉了嘛，把它还原就好了，这样就可以了，这样是对的。是不是这样子也是直接用它名称啊？这个 strings 在 std 命名空间里，它怎么是这种形式？include io in out string，
十点半。尤金今天上到哪里？三点二节，这一节三点一节，第三章第一节。命名空间的幽星上方看得完吗？Using STD seeing 哦，对不对？果然，我、哦、using STD seeing， 然后接下来就怎么用 seeing 啊？那它这个跟我们这个什么不同？你看，对不对？那它只是变成 using， 所以我们还自己摸索到另外一种，嗯，而且你这样只能。注意啊，讲完一句话一定要分号、句号、啊。你这样只能用 seeing 啊，其他 std 的，你看哦，其他 std 的我拿掉还是死嘛？啊，还不如像我们这个比较好。那 seeing 来，我们直接 seeing 来看看 seeing。哎，吸音弄错了，哈哈，吸音是剪写进来，嗯、随便一个给他好了，对吗？弄错，嗯，哦，原来我觉得这个还比较繁琐嘞，他说的另外一个方法不一定就是这个嘞。对不对？我那还有第三种啊，是不是？嗯，快这样了。可是现在我们根本就没有适应啊，所以他要等。你看我到下一步，他就停下来了。那你这个麦基本我就给他四好了，对不对？他就更改为四，原来是三嘛，更改为四。看一下 locals， 然后他直接去一遍是叫 locals， 我们再看一遍。奇怪，我明明就用过一次重新启动啊。Sold quality 嘛，就是卖出的本数。我们三月三好像用 Google 翻译是数量是用 volume、哦、你看它卖出本数，原来这里初始化是给它这个叫串列初始器，对不对？串列初始化器。大瓜火瓜的，还可以帮你检查这个输入的值合不合法。然后现在是三，等一下就改成四了，看你输入什么。对，我输入四，因为我按错了，再来一遍。好，先看一下三嘛，那 F 八才行，我按 F 五它是。我现在改五好了，是不是改五了？输入就存入，就直接用 CIN 没有错误是这个，可是这个却不行，对不对？这也是 STD 命名空间下的，可是没有它就不行。所以偷看一下793，难道就是我们这个吗？我们一蒙圈蒙到比较高级的。用法，对啊，你看 ，using next pair， 你看794，那就是 using next pair 吧，从 A 把名称注入到权益范围中，使用来自命名空间 A 的 I 和 J， 对不对？对啊，加上 name space 这个关键词。using 那碰上 namespace， 那它这也是 using 碰这个 scroll operator， 嗯 ，using 碰上这个范畴运算子，啊、嗯，没错啦，另外一个功能反而是我们这个，嗯、所以它这个只能用 CIN 呐、啊，啊、嗯、，sin，sin，OK，sin、okay, is a synonym for，
啊，它是一个同义词，代名词，做这个。C 奥，哎 ，error 嘛，对嘛？你看，啊，这里一定还是要用 std 双冒号才是 double semicolon 啊啊 column 啊冒号的 column semicolon 是分号，加了 semicolon。No using declaration 啊，没有 using declaration， 我们就一定要用 full name，要用这个才对。OK。明确的用 C out 从 std 的命名方面，然后 a separator using declaration is required for each name。 每个名称都需要一个分别的 using 就很好。哦，你看，对每一个名称来说 ，is required 是必须的。哦，有一个个别的独立的 separate using declaration 宣告。他这里翻的不错啊，哦，所以我也今天好像有点神神。对，所以都不太想去翻它呢。都需要个别的，一个，哈，不会吧？一个分别的。哦，怎么会翻成这样？丢脸呢！这个是叫他学生翻吗？哦，还有，这叫中文，每个名称。每个名称都需要一个自己的，每个名称都需要一个分别的，哪有人家这样说话呢？什么叫一个分别？就独立个别的，然后自己的嘛，那不是很清楚？嗯，哎呦，啊，很可惜啊。翻成完全就机械翻译嘛，叫那个工读生来翻的。每一个 using 的宣告是只是引介了一个单一的这个命名空间的成员。这个行为使我们。使我们比这是一个骗子，看不懂。specific 具体啊，哦，具体 specific 指明的就是具体明确的，嗯，像这个写法是让我们明确的，哦，表示出我们到底想要用哪一个名字。比如说 ，as an example， we will rewrite the program。我们将重写第一章第二节第六页的那个程式，用这个 using
decoration for the library name it used.我们会为每个用到城市库名称来使用邮件宣告、哦、以改写、哦、所以的以改写前面那个例子、哦、只是我不想练习看过就好了、哦、当然知道它怎么样、哦、第六页我们写一下第六页的城市没有第六页Include IO screen using STDC in using STDCR using STD and none、哦、用到 STD 的都用这样每个个别的去宣告 using declarationFor names from the standard library, 从标准程式库中的名字，用每一个名字都给它一个 using declaration. Declarations. CL enter two numbers and nine, 有吗？因为这里已经有这个，它就省略。它不是我们那个 namespace using namespace 方便。In, seeing.定义两个变数，真实印着性别的变数，没有初始化就用了，哦，因为他用输入值写入它就不初始，尽量还是要初始化比较好嘛，哦。C 二养成好习惯，人家说那个前面说 best practice， 对不对？最好的练习，那什么最好最佳练习？就是养成好习惯的意思 ，best practice。对啊 ，best practice， 最好的习惯，对不对？最好是这样做啊、哦，这样做是最优的、最稳当的意思啊、哦。best practices 是要的，输出 the sum of v。One and V model two 啊、哦，也是直接的换行位，也是 V one 加 V two， 然后 N nine， 这都已经 ST 了，所以吸引式要都可以直接对啊，对这三个的 using decorations 意味着我们可以用那些名字，就不需要再用这个前置词。前缀字首词，前缀词 prefix we call that C++ program a free form so we can put each using declaration on its own line or combine several in onto a single line、we call free form 什么意思？二Important part is that there must be a using declaration for each name we use, and each declarationMust end in a semicolon. 每一个宣告都要用一个 semicolon 啊，分号做结束，就是句号了啊。讲完的，讲完话当然要 period 啊 ，p
period 是人类的语言的句号，这里是 semicolon。C 加加的语言是 semicolon， 就是 period。嗯，念一下刚刚那个，还记得啊 ？recall 就回想一下了，还用还记得翻啊？还记得 C 加加程式的形式没有限制吗？什么意思？哦，它是一个 free form 啊。复习一下，温习，回想一下 ，C 加加的程式是比较自由的形式，所以我们可以哦，把每个你看你要放分几行放成一行都没差。这前面试过，就是就它这个也是 free form 的意思嘛，这个、啊、对不对？这个都没有任何连字哈，直接 enter 下来，还是它的意思还是接着继续前面那一句话，这叫 free form， 自由的形式。就是没有那么严格的格式规定，然后怎么写了、啊，爱怎么晃晃用。所以，我们能把每个 using 宣告放在自己的一行中，或者将数个宣告结合在单一行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我们所有每个 mission 都，每个宣告都必须以一个分号结尾。好 ，header should not include。Using declaration， 那标头就不能用 using 哦，哦，应该尽量这个 best 养成好习惯，对不对？八三，嗯，标头不应该用到这个 using declaration， hold inside header 76页。Should not use using declaration.、The reason is that 他讲为什么 the contents of a header are copied into the including progress text.、它会标头的内容会被复制到引用它的程式的文字区段里头。If a header header has a using declaration, then every program that includes that header gets that name using the declaration.、就是得到那个 that name、that same using 哦、那复制过去，所以你 原来的程式可能不想用 using， 结果他都给他复制过去，对不对？ Get that same 相同的 using 的，而且因此啊，一个程式对啊 encounter 对啊名称的冲突，对啊。没错 ，conflict， 这很容易了解。冲突 ，conflicts。所以 include 它其实就是 copy 啊、
对啊，那你如果把它复制了，它就有一个一样的 U 型。那这样的话，只要你明明是 U 型别的，对不对？那这里又 U 型一个，到时候名称有冲突的话，你就不知道它到底是 U 型哪一个命名空间了。这不是绝对不可以的，是怕碰到冲突你就出错。我们英语家的中文翻译这边检查一下翻的是。今天进度还可以啊，竟然可以学到一节啊，不过也付出代价，快十二点。标头内容会被拷贝到进入引入进行引入的程式文字中。如果一个标头使用 using 宣告，那么引入那个标头的每一个程式都会得到相同的 using 宣告，结果就是无意使用所指程式库名称的程式可能会遭遇非预期的名称冲突。就是你，我也许用一个名称，可是根本都不是想要用那个，刚好那个名称，那个这个程式库里头有，那、因为你用了 Uzi Compiler， 便以为你要用那个程式库，而不是你自己创建的一个名称，或者说那个其他程式库的名称，对不对？有时候你可能只是要创建一个区域变数嘛，结果你用 Uzi， 哇，是不是？应该就是这个意思。A note to the reader 啊，给读者的提醒。From this point on, point on, our example will assume that using declaration have been made for the names we use from the standard 啊。从这一节开始是，从这一点开始，从现在开始了啊、这个应该都是 Google 的，所以翻的都一样。我们的范例都会假设，就是给读者提醒，从现在开始，我们的范例都会假设，对不对？假定了我们已经做了 using declaration 的宣告了 ，have been made。For the name 我们会用、用到的那个名称、从标准程式库里头会用到的一个名称，我们的范例里头都会省略那个 using 宣告、因此我们 will refer to、我们就只会我们会直接写成 cin 拿的 std double column、然后 in theText and encode example 在文章里头或者在程式码范例里头就会省略，这是给读者提醒。从现在开始嘛，对啊 ，from this point on， point on， 这是一个片语。从这一点开始，现在开始，你看这个点原来是空间，这多好，这个是，这是七星大法嘛。对不对？这个是空间变时间嘛？对不对？从现在开始，从这一点开始。还有此外。空间变时间例子、空间变时间，对不对？相齐秒云汉，空间时间三，你看，那这个我们可以复制一个。
Amaze point on. Point 原来是点，当然是空间嘛。现在再重新来开始。为什么每次都会插一页？不管它，难道就插一页？到时候如果真的需要 ，Our example will soon end。从现在开始，从现在这一点，那更不要讲我们说几点钟的点，原来的那个点也是小数点，是空间的点嘛，跟着时间来用。Moreover， 此外，除此之外，更多于现在，超过 more 和 over。To keep the code example short， 为了保持这个程式码范例能够简短简洁，我们也不会显示呢 using declaration。No。所以这个是 no， 也不会，也不会 no。We won't show， 我们不但不会显示 using declaration， 而且我们也不会。Will we show no？ 前面否定嘛，所以这是肯定。Necessary 啊，必要的这个 include directive 这个指示词。Directives. Directive. Table 1866 in appendix. 附录 Append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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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 the name and the corresponding headers from standard library name. We use the In this primer， 在这一本，你看那个 primer 用大写，在这一本入门手册。Primer， 警告，这是给我们的提示，给我们通知注意事项 note。Table one， A one 在 P86。对，你是副名称与标题。这个一定要 OCR 啊，人翻的，不过有时候翻的真的还比较快。这里是83。这是在动词里列出了，这个标准程式库的名称，还有它对应的标头。Using 在这本书里，只为了保持程式码范例的简短、简洁、清爽，对不对？我们不会显示 using 宣告，也不会显示必要的 include 指示词。
附录 A 中的表 A1 为我们在本书中，本书就指这个 primer， list primer 所用的标准程式库名称，列出其名称与其对应的标同。你看那个翻的根本就不好，列出其名称啊，人家这样讲，我们不改它，意思没大概知道，得意忘言啊，不花太多时间在那就 readers should be 前面谈太多了啊，不是我们偷懒啊 ，readers 读者应该。哦，那当然了，警告啊，因为前面提示你我们会省略，你如果要用我们的这个范例程式码的话，那你当然一定要知道，应该要知道，一定要知道嘛。Should be aware that， 一定要明白嘛啊，一定要加上适当的 appropriate。合适的、适当的、对应的 ，include 这个 directives 或者 using declaration， 加上 add to， 加上适当的这个东西 to 到我们的范例，在编译这些范例的程式码之前，那接下来做练习了啊，练习三之一，啊，这一节。有点轻松过关啊，好像是目前学来最轻松的一小节，以前一节要学好久还分段啊。3.1 第三章的第一个习题，把三页尾声了啊。好，重写。第一章第四节第一段啊，第13页，还有第二章第六节，第二段76页的范例的练习，用适当的 using declaration， 这不用了啊，这只是实作，最好手动一遍，手感还是有成，这个应该不用，以我们的程度还不需要，我们前面已经操作了，我们都还会这个了，对不对？就只要记得稍微记一下，当然，假如你肯实作，印象更深刻。现在我们是凭记忆去开始。这个没什么，好，下一次就这个了。Library 啊，自串型别啊，程式库型别的自串型别。我也可以记在这里，知道我们上到哪里了。记到我们。课文这个，好，今天这个直播我又忘了分享，不管它了。好，少造业，多念佛，11点多，阿弥陀佛。可是我一起读两时间的话，我可能会站，还是就传了算了。好了，传了，这一起传出去，暂停毁了就毁了。没差，好吧，还是暂停好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好，一样，我们把握一点时间，看一下进入了自串型别了啊，也很令人期待，至少我很期待。中文版第24页啊，资料库的 string 型别啊，
名字库的 string 型别啊。这个讲了好几次了啊，可变长度的一个字元的序列，字串是一个可变长度的字元序列。这个 string 代表我们一定要引入 string 的标头，因为它 string 的标头是这个程式库的一部分，好，这个 it 代名词代什么？当然是指 string header， 它是程式库的一部分，它是在std 这个命名空间里头被定义的。R example assume the follow codes。我们的范例假定是像下面的这样的程式码 include string using std st using std string， 所以以后就可以直接写 string 了，就不要再写这个了。This section describe， 这一节会形容 the most common string， 那个 string 型别最常见到的操作。第九章第五节的360页则会涵盖一些额外的操作，会探讨到一些额外的操作。360。九章第五节，对，额外的，对，这是在84页。页码，很感激啊，页码完全对应到。这里先看一些常见的 string 的操作。我们必须引入 string 标头，因为它是标准程式库的一部分，所以 string 定义在 std 命名空间中。我们的可见那个 std 就 standard 标准。我们的范例假设了下列程式码，意思就是它前面有提醒我们的，之后就不会再写这一些出来。所以这是预设，已经假设它已经引入了，而且用了 using 这种简化的名称引用方法。要提醒我们注意的是，除了我们会指出那些程式库型别提供的一些操作之外的 standard， 不是我们了，除了指出那些资料库型别提供的一些操作，标准程式库也 ，implementation requirement on implement the result。3.2 library string type。imposes。
Efficiency.这个如果就不知道，这样子专业知识才翻的是吗？因此啊，层次库型别，哦，层次库评价是很有，在一般用法的需求上是很有效率的，效率是足够，就是除了会指出这个型别标准层次库，层次库里头的型别，层次库提供型别该有操作之外。 标准程式库也会，对那个实现，就是操作的时间的效率有特别的要求，把它定义好，这样我们用起来就它的效能就有一定的保障，大概是这个。除了指定程式库型别应该提供的运算，对。 标准也对实作者设下了效率需求。实作者，啊，对不起 ，implementers， 设下了效能需求，结果就是人数库型别的效能对一般用户而言都算足够。标准也对实作者设下了效能需求，效能的，他都翻的太，这都机械翻译啊，除了。 除了指定程式库提供的型别的一个是基本操作之外，一些运算，然后标准也，impose efficiency requirement 强制性的啊，要求这个实作者啊，有一定的一个效能的水准，所以平台可以要达到怎么样的要求才可以嘛？那那个要求不一定要翻出来啊，对不对？要求实，所谓实作就是不是只是定义，你如何操作，如何演算，你要把它实际上付诸行动，然后付诸实践，把它演绎出来，把它表现出来，表演出来，做出来有一步一步 step by step 的这样，我理解的是这样。所以像学C#它里头有什么界面实作，也是抽象类别啊，懵懵懂懂。 然后现在结合 C++，他这也提到抽象层嘛，对不对 ？Abstractions， 那就可以想象，通常想的抽象，可能就是一些定义吧。这个定义是抽象的意思，不是说它很抽象，是说它并不是在实际的运行上面套用的，而是它是一个空想，像一个蓝图。那你要让它产生作用，你一定要真的去盖房，依照这个蓝图去制造产品或者。 盖房子，比如说在城市里头，就是宣告一个变数啊，它这个型别也是执行个体，实际上去进行某些运算啊，或者可以执行的运算，这个叫 implementer，那这里这个者也可以啦，可是我们通常者是指人嘛，白话。implementers。 Implementer 这个的 ter 应该就类似像那个初始器，所以这应该可以翻成实作器，实际上去将它实作的那个东西叫实作者。哦，它前面那个 ter 都会翻成器嘛，对不对？器具。Defining and initializing strings， 那个对 string 型别的定义和。 这个初始化，每一个的型类别都定义了，属于它的这种型别的物件该如何被初始化，
那一个类别呢，却可以定义非常多的而且不同的方式来初始化，依照它这个型别而建构的，定义的一个物件或对象。意思就是初始化不是只有一种，对不对？一个类别对它物件我们就和两岸的翻译，所以它的物件类项的初始多重的定义，对不对？可以定义各多重的各种初始化，这可能就类似多载的意思哦 ，overload。每一种初始方法都要独立唯一的，有别于其他的。初始器一的百，这个一的是接着哦。每一个初始化一定要独立唯一独特无二的哦。不管是我们提供的一些初始器啊，初始运设定式，或者这些初始设定器。初始器、初始设定式，的型别啊、，table 3.1 list the most common ways to initialize strings， 啊、表 3.1 列举的最常见的方法，一样的，哇，已经到85页了，下一中文版是下一页。三个三口，有表三之一，第一个就是表三之一里头有了。那我们先看前面它的中文版，每个类别都会定义该型别的物件如何初始化，一个类别可以定义许多方式来初始化该型别的物件，都翻得很好。每种方式之间必须与我们得提供的初始器数目或那些初始器的型别来做区别、哦、所以不是独一无二，必须每个型别必须区别，从哪里区别？从，所以借由我们提供的初始器、哦、所以这不是许多的，是初始器的数目，我们提供初始器数目或者初始器的型别来做区别，这样区别每一种初始化其实是不同的、哦、所以决定初始化种类的不同就是初始器的数量和这个，我们前面学过初始器的等号右边的那个才叫初始器、哦、初始设定式，不是整个等号包括右边或者整个等号连左边也算进来、那个等号右边的可是初始器，才是他说的 initializer 啊 ，initializer。initializers。重新再第二印象 ，initializer。default initialization 啊，预设的初始化。S1 is the empty string。哦，还没被它是用预设的初始化的话，假如你没有另外设一个初始器的话 ，S1 就是一个 empty string 空字串。那 string S 就 string 嘛，哦 ，S string 的 S 啊、，S1 已经设定一个 S1 了，然后再等于 S1。那这个就是
S2 的话 ，String2 is a copy of S1 啊，它是一个副本。直接把它卡，它前面有提过这个 assign， 它其实已经算 assign 了，可是它因为是定义嘛，宣告，所以算是初始化。那初始化也其实类似 assign 的一种嘛，第一次 assign 就叫初始化，其他都叫 assignment。然后 assignment 其实就是把右边的值 copy 到左边，把左边的原来的值抹杀掉。那 string 3的话就是、用那个来初始器。这个就是它初始器，这个、等号右边的、所以这个等号右边初始器它只有一个，这个右边初始器没有，所以这两种初始化就不一样。那右边初始器是一个 string 的变数，这个右边初始器是一个 letter 字面值，对不对？那这就是 又不同的初始，所以它可以用一个字面值来给它初始化 letter。String 3 is a copy of the string letter. 你看字串的字面值，我们还不错哎。我没有看到 letter， 我跟你讲的、看到就不稀罕。我这一想，一定要先遮住，不要老急着看。像你看我教学生也这样，你看你这样就会觉得，哎，自己学对了，真的会。对，这叫字串字面值嘛 ，letter， 你才真正懂。好，我们暂停一下。阿弥陀佛，对不起，哇，差一点又忘了按录影啊、这个大概就是串列初始化啊。前面学过这个，我不重述了啊，看脸书了啊。等于可以改这个嘛，那就是10个 C 嘛。那我们来玩看那个 string， 我先看那个 include 了没了。那你看他那个范例，他就是。这个范例就是他这里讲的。一般来讲 ,C++ 是绝对不能这样写，对不对？可他这里有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开始的范例都是什么含隐含的，就有这个，所以他直接这样写。那你直接这样写是不行的、你一定要有前面这两个。你看 ,using string, 对不对 ?include string, 然后 using sd, 这不行啊，你看哦。这个我们都不要了啊，就 stock 也不要了。你看，一定说，你看，一定说没有命名啊，识别项没有定义 ，identify string is undefined 没定义的，所以这里一定要改成 string。或者像我们这个，对不对？这是课本目前教我们，他上次有说另外一个部分讲的就是这个，所以用这个其实也可以讲 string 等于那个，对不对？三个 C 哈，我们说三个 A， 对不对？然后 C out， 你看我们用这个 C out 也可以啦。你看这样都对了，是不是？那只要你用他这个目前这个的话，你还要需要来一次。所以他说叫我们重写不需要嘛，我们这里写了这个就好了，还需要他。那我这里做一下时间轴，等下把这个贴过来，有没有？那这样这两个他就。Undefined， 你还得像他这样讲 using， 每一个都用 using， 这当然不用每一个了。好，你看，对啊，每一个，你看他刚之前叫我们重写，其实不用，对不对？我们现在就再重写啊，这样才 OK， 对不对？来印出来 ，Ctrl F5 啊，你直接按 F5， 等一下主控台。看我手就直接给你关掉，有吗 ？A 三个 A 嘛，是没错。那等一下我们改六个 A， 六六三，好，看它是怎样，吓死你！一大堆 A， 哦，六六三才这样而已啊、哦。
按六个 A 就好了 ，Ctrl F5， 对不对？六个嘛，那应该你看这两次，这就是两种 using 的写法，对不对？一个用 namespace， 我整个就是用它 std 00， 一个就是 use 这个，就不是用它整个命名空间的。你看我把这个 come out 把它注解化，哎。come out 后面就会出现红字，然后这个把它非注解，你看红字全都没有，所以这两次是其实是相等、哦、记得要 include、啊、这里因为我们有用到 c out， 所以一定要这个，假如你这个给它 come out 注解化的话，一定就是红字出现了，后面这里都会死，对不对？对啊，没有东西啊。Namespace std has no member c r c r， 所以 std 命名空间并没有定义 c r， 它是在 io string 里面的、嗯、所以这个也不能少，所以我们就是录这样，好，小字就可以，我们继续。嗯，啊，还有四遍，对他这个恐怕要更新的东西了。啊，这个，这也要关掉才能那个执行更新。这个就可以在另外一台电脑，那甚至版本不一样 ，Visual Studio 都可以编辑，我可以共同编辑同一个程式码。整个关掉之后，它才会开始执行更新了。刚刚的讯息，这个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这个 live， 所以它叫 live， 什么 video 什么的，来，来，这个 OK 了，所以它有那么多种定义方式，我们看一下3.1的表，哦、嗯，等下翻过来应该就有，就这个，那太小了，我们看中文版。85页，表3.1初始化一个 string 的方式，有这几种 ，S1 不是 S， 预设输入 S1 是控制串，然后 string S2。S2 是 S1 的一个拷贝，那 string S2 等于 S1，、啊、这也是等同于 S2 S1 嘛，对不对？对啊，等同于，没错，这个前面学过 S2 是 S1 的一个拷贝，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但它初始化，我们复习一下这个在第几页。串列初始化，43页串列初始化参考，表3-1，85页，
47页的下面的测试哈。哦，不是，43页。This initialization。啊，这个我们可以复制一个来寻找。这个竟然又忘记给它分享出去啊！This initialization。Yeah, in future in C 加加，这怎么感觉是第几页啊？375。哦，哎，23页啊，应该是，对啊，这里是目录嘛。都是 new feature， long long time， this initialization。嗯，这个就是，那我们43页的内容。哎，就是这个，怎么会跑到100？哦，它这个不是页码啦，你不要被它误，是这里，看到吗？我们把它改变 ，one way。就是初始化为什么是一个复杂的东西啊？因为这个语言定义了好几种，那个复杂的课题议题。OK。3.1页，把表在下一页，它这里还没有。我们能以预设的方式初始化一个 string， 我们能以预设方式初始化一个 string 啊，在44页2.2.1，中文版这个表还在后面，在这里在3.2.2的前面的章节的前面的，在这个前面才列出表，在这个表的位置不一样。Ways to initialize a string， 初始化一个字串型别的方法，那是复很多个，就是复数。44页。你看 defaults 预设方式，对，在44页没错。
前面我今天都补少了，所以都可以84。我可以用那个笔写了，只有后面的还没少就。我的预设的初始化是创造了一个 input string， 一个控制串，这个控制串 that is string with no character 啊，就是没有含任何字元的字串就叫控制串。When we supply a string later， 就像前面它这个就是要 supply the string， 有吗？这个 later 字面字39.21.39。字元字串字面字39真的字串字面字24，你看字元与字串字面字，它那里还多了一个字元，对，字元字串字面字。看一下39页，我这翻太快怕它会当掉，反应过来。我看从那个，这个也可以看，我怕它不行不行，怕它等一下那个记忆体也不够，还是用我自己的电脑。39页，今天才少的，那日期就今天了。你看，7月23，现在存取嘛，10点多存取，39，对不对？字元字串字面，一个单元号围起来的。一个字元是型别为恰的字面字，所以它型别是恰或卡，围在双引号中 double quotation marks 中或零个或多个字元是一个字串字面字，字串字面字，你讲的，字元与字元字串字面字，字元字面字字串，一个字串字面字的型别与从属恰所成的阵列，我们会在。3.5.4种讨论的性别，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这里？还不是，我们才3.2而已。我想看一下它这个原文是写的，字元字串。我先看我们的讲义有没有用到这里。又是字元又是字串，没有，那我们再补一下39页。但是我可能还没有。39，这时候我们就要。这是107嘛，就对。字元字串，它字元可变长的字元字，字元字串，对不对？所以字元字串的意思其实就是
那个字串，你看字源或字源字串，对不对？字源与字源字串，字面字，怎么样？所以字串其实就是字源字串的一个省称，就是这里39一道。单引号，围起来。自圆自穿就是，就是 string。那我们看一下英文版，它是英文版，我们要用这里去查。Single chorus， 是不是？这怎么会是？哦，对不起，我说单一的怎么会复数？哎，废话，它成对的嘛 ，pair。啊，它单一的，你看就找对对象嘛，要找错谁单一？是符号单一，不是那个符号不成对，是符号表现的形式，那模样单一的，不是有两撇？所以有九王神功太重要，你心里永远有这个，就比较不会被拐去。Table 2.2 39页，你们的 Table 有耶，2.2指定一个字面词的形别，那他这个在哪？他也不反白哦，这里真的字源字串字面字，英文原文是这样，没错。那就没问题了，真的是就字源字，就省称字串嘛，对不对？那它就是字串，所以字源是，所以叫源嘛，它的元素，字串的元素。资源，它构成。我在这里，你看它这里就讲到，当我们提供一个字串的字面值，那你就写字源字串 character string， 对不对？那其实这 string 你就知道。The character from that letter up to but not including the non-Character at the end of the letter are copied into the newly created string. 一个新的被创造出来的字串型别的变数嘛。Newly created string， 这也是指字串型别的变数，不是指字串型，懂吗？省略了 variable 或者 object。那复习一下 variable 跟 object 差别，就变数是具名的 object， 不具名的也可以叫 object， 就不能叫变数。又来了，变数它的值会变，不是它有没有名字会变，从有名到无名就是这样啊。再来。Up to 啊 ，OK， from that letter up to 一直到，但是不包括最后一个啊、空字源啊，所以每一个字串字源字串最后一个很多时候挂了一个空字的，等于是做一个间隔啦，是不是？就好像我们每个字英文字母中间这个叫空，对不对？它的意思就好像那个 black space 啊，空白。当我们提供一个字串字面值，来自那个字面值的字源包括该字面值结尾啊，包括弄字源之前的所有字源，但不包括嘛，但不包括弄字源。你看那个翻译，包括又不包括，
那么，它这里前面包括，当然是说包括结尾前面的，但是不包括 noun 本身嘛，都会被拷贝到那个新创建的 string 中 ，string object 里头。当我们指定一个 count 的一个数字，还有一个字元的时候，the string contain 这个那个字串就会包含 many copy。Many 就是有多少就给多少啊 ，of the given character 啊，对于这个给定的，对该这个字元，对那一个字元啊，有多少就是多少的副本。Many copy， 当我们提供一个技术 count 以及一个字元，这个 string 就会含有给定的字元那个数量，拷贝，就 many 它翻成那个数量。你是反正有多少给多少就有多少啊。Director and copy form of initialization， 初始化的 direct 指挥指引 ，copy form 拷贝的形式啊。在43页，我们曾经看到第二章第二节第一段。我们曾经看到 that C 加加还有 several different forms of initialization， 对，这刚刚已经看过了，对不对？啊 ，direct and copy form， 哦 ，direct 是直接嘛？又看错字去，直接或导向也对啊 ，direct， 直接还有、using string。Using string 这个型别的东西呢，我们注意这个复数哦。我们在使用字串型别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去了解为什么这一些形式是。彼此互不相等，初始化的直接和拷贝形式。所以加上有数种不同形式的输入啊，透过 string， 透过 string， 我们可以开始了解这些形式彼此之间有何差异啊。他这里翻得很好啊，翻完成。彼此之间有和这里分离。当我们初始化一个变数，用这个等号去初始化，我们会要求这个编译器将 to copy initialize the object by copy the initializer 啊，有没有等号右边叫 initializer on the right hand side into the object 啊 ，be 啊。把右边初始器的值 copy 到左边这个被创建出来的物件，所以我们在用等于的时候意思是这样，是要求编译器去 copy initialize， 用 copy 的方法，所以它这个是直接和 copy 两种形式，初始化的直接和拷贝形式，它这翻的就不清楚。
应该说初始化有这两种形式。应该说，直接，那这个叫做 to copy instrument， 那 copy 的名称是 on right， 对，借由右边就是复制的，初始式，就是这个嘛，复制的初始式，复制型。省略，当我们否则、此外呢，除此之外，当我们省略了等号，我们用的是直接的。省略等号的就是 direct initialization， 它这个却是这个，对不对？式的，你看我们这里用型，这里用式，复制式的初始化，复制型的，直接式的，是不是？那可见等于没有等于就是直接，对不对？的意思就是直接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他这个又来了，直接直什么东西直接啊？不需要，是又来了，又是这个对不对？找对主词，找对对象嘛。白手套的直接喽，一样的改，这应该已经好了。哇，那刚刚只是下载 ，live share 嘛，即时共享 ，live share。白手套是我自己创的，它原来字库可能没 live share 嘛，所以可以同时。比如说我，如果你有装 Live Share， 我把 Live Share 码给你，你就可以，我们就可以同时编辑，所以很好。那个假如我们直播嘛，只要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就可以线上一起来共同撰写或者练习一些程式嘛。所以你看，都一大堆名词，你把它弄清楚，观念。真的，这才叫真正弄懂。我都这样蒙蒙喵喵，然后含含糊糊的，似懂非懂，一知半解的，难怪就是唧唧就不稳。我也 have a single， 这里还没看呢。当我们有一个单一的初始器，
we can use either， 它前面有提过，对不对？各种不同的决定于你初始器的型别和初始性的数量，这里是讲单一的。我们可以用 either the， 啊，我们如果只是有一个初始器，我们就可以选择看是要用直接的或者 query 的形式来初始化。啊，当我们初始化一个变数，从超过一个的值去初始化一个变数。啊，就好像 S4 这种情式 ，string for 有没有这个？啊，用一个以上的值去初始化它，啊，啊，我们就必须用直接，就不能再加的。当然啦，啊，这还要讲？那等于能让我可以写两个吗？对不对？啊，哈，真是的，文这就叫文绉绉，脱裤子放屁嘛。你等于你写两个给我看，除非你加一个特殊刮胡啊，就像那个刮胡，等于刮胡这样，对不对？所以你要用 copy 的，要用等于的，就只能那个两个以上就不能用等，啊，两个以上值是初始化一个值，初始化一个物件的话，啊 ，string S5， 那这个 string S5 在表 3.1 还没有，我们看一下这个表 3.1。我如果用放大镜的话，你们看得到看不到？还是很模糊。哦，我把它关掉，我开我本机电脑的放大镜。还是啊，就是它，哎，这个就要用复制了。它这里应该用个快速键啊，复制这也常用的功能。我看一下那个 Chrome 可不可以制定快速键，应该是可以。啊，对呀，啊。哦，对嘛，对啊，套件启用 S， 这是为了套件。嗯，哦，控的快速键，这个啊，这个不用找 Google 就好了，哦，快捷键。嗯，制定快捷键。哦，开发网站常用 Chrome 键 ，Plugin 就是外挂，插入 ，Adding Plugin， 有，嗯，就 Key。有没有不要安装的？快速键、热键。去 manage 都是要用外挂才行。
需要 key。好了，我们用这个好了。需要 key， 它是用需要 key。Short key， 那我们这个是 short key， short car manager， 竟然没了。这个蛮皮包的，几年前的。好吧，那我们就用这个吧。那我这个也要啊 ，short key，short key，short car 或 short key， 你看啊，自己的电脑在哪一家呢？在往那个学校的云端。右边给我遮住了，哎，键盘快速键没有反应，扩充功能，键盘快速键哦，扩充功能键盘快速键哦，现在详细资讯，修卡，修 key，嗯。一天按100，这个15的还不行。没有。你装了等于没装。对啊。哦，有啊。一起用。Z。
怎么设定？不能设定，太贼了。还好他有跟你们讲 ，clone extension。这一定是要改路径的了。看吧 ，clone。应该是这样。应该不是两个，怎么会两个？第一个才是两个。对了，你看都跑出来了。下两点，刚好冒号在。也没有 extension。Preference， 没有，哦，没有，对不起，我只会出现不对。不给你弄吗？Perfect extension show keys option。我看我们那个啊，我英文版的不知道还有没有效。英文版现在是，我去不了，我再换。178。哇，又超过时间了，我已经两天没登了，我就怕，我就不知道，没关系了，因为现在我们这个也是用英文版的嘛，那个当然就用不着。这个如何设定？一定可以的嘛？哦，那个大概又是115在那作怪。哦，嗯，哪里有修卡？靠，当然也不会显示在这里。那怎么设定？扩充功能选项。Ctrl D， 它现在是加入是，因为复制一个叫 duplicate 的嘛。Ctrl P 是列印，列印几乎用不着。找啊 ，bookmark 也用不到 tab，
duplicate， 来 period， 有，复制一个，然后 duplicate， 还有，我用 auto。Ctrl Shift F， 嗯，你会了 ，Press T and G 就可以了。Ctrl Shift。的也有 duplicate auto P 没有 auto S 也没有，哦，用 auto S 哈，比较简单明了。加到哪里去？Shortcut， 这是 Edit，不是有了吗？This action is born。这是对这个动作的说明吧。要 save 看看后面，对吗？没有啊。嗯 ，Auto S 没事情啊 ，Duplicate
Auto S 啊，还是 Auto 要加，不能 Auto S 要 Auto 功能键才行。那如果 D 呢 ？Save New Key Shortcut。然后派指令 ，behavior type， 要关闭右边分页，关闭其他的那个，那个也很常用。Ctrl Shift D， 它还是变成 Ctrl D 啊，将所有分页加入书签。哦，它的意思是说，这个指令已经被了解了。所以，假如是弄了一个，不是。我是随便选一个，他都跑出这个呢。Duplicate。加 Q 还是没有动作啊，奇怪。那怎么样才能？难道要别的没有出现那个的吗？每个都有这个讯息啊。Close other tabs。 这是全部关掉。Close other tab。没作用啊，奇怪。Without your tab to use them on。要刷新才能用。刷新？我这个都新的了，还要刷什么新？Auto S。哦，刚刚是不是老是 Q 吗？都没有啊。有啊 ，Reload 里面有没有？刚才整个被我关掉了。怎么重启啦？没有。我的 Q 不灵。哎，哦耶，好慢哦。终于有。啊，有了，有了。啊，好的 Q， 好，我来这里，他这个不给设啊，
在这个 preference extensions showcase options 试试看。完了，今天要晚睡。setting 你看 ，setting。是 extension preference preference e n c 大小是有差吗？只有一起用，也不给你设定。啊，还要开发者模式才行啊。开发者模式。哎，好，谢谢。你看他好像也是用 GitHub、Tab Duplicate， 因为我有看过那个英文版才知道他复制是用 Duplicate， 或者我也不知道。是要找什么？就是复制一个，现在看一下。好，看来要重启才行。哎，明天再弄吧。这么好，都快下完了。是要看什么？所以复制。哦，了解，是要看那个表了，放大看。根本都没动嘛，好烂哦！他的 bug 表就不听他话，对不对？哎，有了，终于
对啊，这是预设的。第二个是 copy S1 啊 ，equivalent to copy to S1 那个是一样。然后这个是等，这个就这两个是相等的嘛，对不对？那 include 呢？可见到后面你这样记就好，后面会有一个空格隔开下一个字串，对不对？ Equivalent to string 三 value， 这是 copy of a string letter。哦 ，initialize with n 个 copy of the， 这个，所以他前面举的例子都有了嘛 ？OK。你看这个叫可变长度，你要写多少只要加大括号。可是单引号的话，可不可以变长度？就只能一个嘛，是不是这样？来，我们试试看，我可以这样吗？要吗？内建型别。可以耶，就 你要几个都可以，是这样吗 ？Too many character in character constant 啊？怎么会是常数呢？所以哎，一个就可以了，两个呢？怎么那么慢？你看，连小方形，哎，可以耶 ，S 就是 S， 你看，它其实它值还是 S， 115，所以它其实只能有一个字母，对不对？所以它是不可变长度嘛，还没出错。还没出手，可是还是一个 S 而已。value S 15就是 S， STUV， 然后我改 T 的话就16了，用太多了，是不是超过四个就不行？王汉，刚才是三个可以吗？那三个还可以，现在还没初始化，现在应该116的 T 吧， 117就 STUV， 那四个哎，四个就拉警报了嘛，四个还行，真的，五个就不行了，不能超过五，四个。嗯，你看，好慢哦。嗯，他还叫我填那个问卷，应该就跟他讲这个叫太慢了哦。然后那么慢才判断。Too many characters in character constant。那 character 竟然叫 constant 呢 ？Character 叫常数吗 ？Search online 是什么？能够找出什么东西 ？Too many 哦，new， 哈哈，新手才会干的，你看他被人家扣一分，这代表是个问题啊。Logging， Logging， 我好像是用什么 Logging， 不管了，现在还用不着。OK， 啊，11点了，
好，接下来我们刚刚看到了等于啊，就这里。我妈死了，就这里。我等于那个 copy initial， 这是 copy 的，啊、嗯，就是不是 direct 的，就是 copy。省略它就直接嘛，这个就是省略了。先看记那个抓要领，啊、嗯，像我们一开头讲的那个静态 static， 到底什么东西静态？你抓到哦，记忆体静态，你就不会在那蒙蒙喵喵，什么都是静态，好像似懂非懂。抓住扼住那个咽喉，知道是记忆体配置静态，一进配置就不能动。所以我今天早上在想一个，就是 static 其实有 const c o n s t a 跟 static s t a t i c 是差的。static 是整个应用程式一经确定就不能动 ，const 呢不是 ，const 是也许区域变数结束之后，它又再可以配置一个新的值，对不对？可 static 是不能结束的。哦、你如果把它结束了，就不可能再配第二次，可能是这样。而且不可能把它结束，对，前面好像提过 static， 它就占用记忆体了，一直等到你程式结束，它都在。它其实有极端的 const 的才叫 static。嗯，我搞不懂，不是光中文那边就你看英文啊，程式设计师教的，你说像我们这样表达，我想。应该比较更容易深入浅出、浅显易懂吧？对不对？像什么静态 cos 啦、static 谁听得懂？你这样讲，像这个没有等于的，就好像那个有号无号嘛，原来是 minus 减号嘛，负号，对不对？这次的你看，不要怕忘嘛，忘了一次，下一次就记得更清楚啊、哦，减号嘛，对不对？不会吧，又没声音了。啊 ，God， 我重开，重开那个新的电脑，啊，什么啊？暂停一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刚刚恢复了，又忘记录了，没关系，看脸书直播了。那翻的刚有很多有问题的，又不重复了，哎，怎么老是这样呢？我开始讲，你要看一下，看，连人都还没出来。不管了、啊，我们随意啊，能看的人也不多，你自己也不太可能看，也许哪天 YouTube 倒了或怎么样。不见了也未必啊，哦、因此起烦恼的也是得不偿失。什么 ？No compensating 啊 ？Compensating。中文的第一点音节 ，compensating，compensating， 然后 compensating every advantage over 就跨过超越嘛。那 compensating， 哦，它一个类别可以定义一种操作，这种操作可以借由名字来宣告，哦、来呼告调用它。Such as the ISBNA function of our cell item class， 就像我们这个里头的一个。ISBN function 可以借由 ISBN 这个名字去调用它。23页，成员函式嘛，对啊。哦，所以它成员是指在类别里头的一个 function， 对不对？嗯 ，ISBN， 对不对？这个页码真的完全一样，23、85。
这叫成圆盘式啊。哦，一个类别也可以定义。What mean 啊、哦，一个运算子、运算符号，它的意义，当套用到它这个类别的型别的物件上的时候，比如说这种符号，啊、哦，要执行怎样的运算，啊、它的意义是什么？一个类别也能够定义各种运算子符号啊、哦、，operator， 各种它是用 variable 啊、哦，我这是多样的。啊，分成各种是好，各个啊，对。Various。例如，这两个符号套用到该类别的型别时所代表的意义，这里的型别当然指型别变数和型别物件的对象之类的。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表示要进行怎么样的操作了啊，或 operation 运算。3.2 这个表 overly list 的某奇怪，它为什么要加括号？像前面那个 temporary， 它也没讲为什么要加 overly list 键哦，就附注说明而已。键下页，嗯，可见它的排版不一样嘛，它就在放下面了。嗯，没有下页，可是我们的中文版确实在下页哦。表 3.2 是在下一，那么可见 Google 它这个电子书排版已经不是照原来的，这就是我买它这个唯一的缺点了、啊。目前发现不好了。假如你买那个 PDF 版，像上一次我们看到那个 IT 什么，对不对 ？Inform IT， Inform IT 是在网站，是，对啊、嗯、，Books。嗯 ，eBooks， 嗯，这是这本书的官方那个经销商吧？哦、嗯、，eBooks 对吧？这我们可能也会买，到时候看情形。嗯，哎、嗯，有新加要拍吗？不要 pass 的，嗯，这可能是进阶的吧，啊、哦，就是更上层楼、嗯。上一次有嘛？他说我们的 price， 只要你两个一起买的话是多少钱？哦、便宜很多。对不对？两个一起买。哇，可是要3,467,68好乘以31，要2000左右，2000还好啦，哦，还好，我这一本中文也才6,700块，我跟他刚好在预约的时候。2000还好，2000倍数就被外文输了，英文输了。好，因为这个当然以后我们会用到 C 加，就好像我们用 SS 用桂思强老师那个之前有学给他，可现在我也很少调用它，可至少手边有一本，就像他说的圣经嘛 ，Bible 对不对？随时需要的时候调用看一下，嗯、有那个方便嘛。那机动性来放，然后 3.2 这个表列出了最常见的那个字串型别的运算，一样我们就看那个放大，瞄一下啊，
3.2、哦，所以它都已经对啦，它在它的这个命名空间里头已经定义了嘛，所以它定义的这些运算值是干嘛的 ？OSS 意思 ，write s onto output string， 啊、哦，就 C out。OS return OS， 所以这个其实不是，这个可能是配合需要去做的，对，写这个 S onto output string OS， 把这个写到输出的这个字串型，然后它会传回 OS， 来我们看一下翻译。注意，它是大小写有分的啊。将来写到输出资料流 OS， 回传的是 OS。然后，假如是这个的话。从 IS 读取以空格分隔的字串到 S， 回传 IS， 回传的时候 IS， 这讲太抽象，要实际你才知道哦。那 get line 意思啊，我知道了，那个 S 都是什么？从 IS 读取一行空格，一行输入到 S， 回传 IS。S empty， 如果 S 是空的，就回传 true， 否则回传 false， 来判断是不是空值。S sign， 回传 S 中的资源数，就是它的大小。长度 SN， 会在 SN 中位置 N 的 char， 注意这是参考，会在那参考位置从零开始，一个零开始的索引子 S1 string1 加 S2 string2， 它就定义这个符号，回传 S1 和 S2 串接 concatenation 所成的字串，所以这个才是连字符了。那 S 等于 S 呢？ S1 等于 S2 是以 S2 的一个拷贝取代 S1 中的资源，就 assign 嘛。S1 等于 S2 的判断，如果含有相同的字元，那字串就相等，表示它这两个字串里头字元是完全相等的，字串 S1 和 S2 就相等。那 S1 不等于 S2 呢？只要是，所以它定义这个符号意思，相等性 equality 有区分大小写，大小写不一样就是不等于了，所以小于等于
大于大于等于，比较运算值是区分大小写的，所以就文字来讲是大小写是有分别，并且使用字典顺序 dictionary order 字典顺序。这个是，这个很好。这个我们只讲这几个，因为有版权问题嘛，不能。这个就是连字号。这个是在86页。有 3.2 这 S out 就是 in 啦、C out C in、这就是连字串、那就是把连字串啊 ，concatenation。哇，11:30。concatenation。concatenation。concatenation。音乐并没有串接起来就翻得很好。get line 从 is 读取一行输入到 s， 从这个读取一行输入到回传 s。从 is 读取空格分隔的字串到 s， 从 s 写到输出资料流 os。o 就是 out。我就是哦，然后嗯就是印固定，S 就是对你，他们写这个代表意思是这样。然后这个是判断是否为空是 empty。测量字串的长度，因为它是函数、我们也可以说它这里提到成员函数，所以跟 C# 一样，即使没有引数也要加个括号、那奇怪，它前面的 ISBN 它就没有加上括号，竟然是函数。通常没有引数的应该就是属性值，在西夏学的时候是 property， 倒不是那个。好，大概是这样，不能复制太多。一样回来这里看啊，这个都看完了吗？表都看完了呗。read write space separate 空白键空格的字串。
从这个里头读到 S， 然后传回的是 EIS in S， 然后 read a line of input 哦 ，get line 嘛，从输入里头，从这个 input 的 string 里头读入一行，写到 S 里头，然后 return true if the S is empty。S 就 stream， 或者就传回 false， return the number of characters， number 数字，数量， return a reference， 注意的是 reference， 一个对 car 的参考。And position 啊、哦，这字串里头第几号字串到底是什么、哦、？Position 是从零看。哎，比如说我们来一个这个好，马上完，因为我们这该引用的都有了嘛。那这个不要，我们定一个字串是六个 A 啊，不行啊，六个 A， 这个没有意义，它重复的没什么意思嘛。对不对？好烂的，那没有别的那个，那还不如用字面词去给它。这个叫什么？直接的初始化啊，没有等号，我们就 good morning 好 ，good 的就好啊，定一个 good， 然后我们就现在我们有 s4 了，然后就给它用个分号三。把它吸药出来，哎，这里就有。你说传出来的会是什么？传出来的当然就是，这个是旧的哦，奇怪，它怎么那么不礼貌？传出来就是，因为它是从零开始，零一二三嘛，所以传出来的会是 D。你看是不是这样的？你看 ，OK，D 对不对？对，你就懂了。啊，它传回来的形是什么？哎，这要加入监看室才行。Watch 这两个可以删掉，直接拖进来就可以了。你看哦，现在还没被出席。哎，有了，第一是100嘛，对吧？它传回来的是第一。然后100，然后它也不是 char， 没错 ，car， 对不对？传回来只是 car。啊，注意，哎，等一下，他不是说一个参考吗？对，他的参考，所以这个不是那个参考型别的参考。他不是。如果是参考的话，后面要加个 ampersand 嘛，那符号不是啊，对不对？那就像，所以这个参考，这个参考不是那个，这个参考不是那个参考，不是，应该要讲参考型别。那是一般用法嘛、啊 ，reference。啊，不是这个，而是一般的用法。哇，要命！要不是这样演算，谁知道以为是参？其实参考也没差啊，参考其实就是一个影子嘛。可一个影子应该不能有型别，它直接就是恰，就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啦。你最多你后面应该要加注明那个东西嘛，对不对？让它直接换出来。比如说它是如果是个参考的话，怎么样？指针才有解参考。
参考有什么特性，我们可以测试它到底是什么型别。对，我们用即时运算式，你看一下。对啊，一样嘛。它也不是 char， 不是 char ampersand 的，后面有个 ampersand， 那才是。哦。所以它这个参考不是。我想拍一张图，可图又太占面积了啊、哦！自己试试看就知道了、哦、不是对他的参考，对吧？要注意哦。所以他、欸、英文也是参考，你也不能关中文翻的问题啊、哦。应该翻参照，中文可以变一下嘛啊、哦？这个还是很奇怪，就直接说把这个这个还是觉得应该是参考型别啊，否则你直接说 return the char at position n 就好了嘛，对不对？奇怪，再说吧，这个一个问题，我们答一个大问题。问题是用绿色好了，对啊。你看英文我没给它复制，它就是这样讲的，你也不能说它。哎呦，你看这还不能复制哈，看到没有？因为它这里头不是文字，对不对？用打的，对啊 ，return a reference， 语义上只要真的不是，可是刚刚实作它就不是一个参考型别啊。上网址给你看，一下就会变成，它可能那个网址都会记录我们放大的倍数是多少，它来定才能定义定位那个位置才能定得进去。哦，你看差几页，还都差一两页，前面有几页，对啊，差一页。我现在更新了，再点一下。啊，那这样根本就是，你看 return a reference 啊，他没有讲 reference type， 啊，你看还是差一，不管他。这是最常见到的字串的一些操作和运算。Reading and writing string。
读取和写入 string、哦、所以这个已经涉及到读取写入了，所以他说他放在后面嘛，刚刚、哦、as we saw in chapter 1第一章看到的，我们用了 IO string library to read and write value of built-in types such as in double and so on、we use the same IO operator to read and write string 一样用的。他的 Palm 后面应该就会省略，他刚开始就 Palm 因为对初学者嘛，我们还没那么菜呢、哦、就是提示你这个别忘了用、哦、你光录这个到时候不要说要出错啊，错在哪里、哦、很仁慈很慈悲很棒、嗯、哇十二点了我们还在哪里啊，哇今天不可能啊，四川看完是绝对不可能，好吧，那我们就到这儿好了，也三个钟头可以了，明天要上班，好、哦、四川的运算、哦、C out C in read and write、哦、这个是第85页后面、哦，Operation on string， 哎，这怎么会这样 ？Operation on string，S 对 ，string S 对，嗯，那这看起来是大写体，不是啊、哦？复数。3.2读取、嗯、二下面的、啊、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还要道业精进，业蒙吉祥阿弥陀佛。